哇，好香哦，那个麦子的香气，然后那个，就是那种很醇厚的香气，然后再到你喝下去的时候呢，你的这个胸腔这边呢，它也不会有灼热感，它让我觉得是非常的温顺，然后很 warm 的那种感觉，很温暖而且醇厚的那种风味。是。而且呢，其实刚刚心如也有特别来到我们这一次的时代回廊的展区，然后简单的逛了一下展览。对于这一次我们的主轴 The Rich 81年，还有整个展览，看完以后有没有一点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它让我更了解麦考伦的历史，因为它从1970年开始，在这个就是二战期间嘛，对不对？然后开始收购这个酒厂，然后开始在制酒，然后每一个。简介我都仔细看了一下，然后到他的酿酒师，然后到最后看到中间那个 Rich 81，我刚才跟他合照了。其实，在上一次我接下麦考伦的工作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一瓶在全台湾只有3支的酒，我就哇，非常的心动。而且啊，其实这个周末你是大家就是认为极高几率可以问鼎金钟世后的人选，如果呢真的得奖了，会不会觉得说啊，我来回去逛酒店，然后呢就是来开一支为 Rose 妈妈庆祝的 Rich 81年，就是把最好的酒开起来。真的真的。而且呢，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真的 Rich 81年非常的经典，它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淬炼，并且是经过了很多人的工艺跟不凡的技术，就像是你一开始呢是一个很优秀的演员，后来又成为了制作人，同时你在去年哇也是学霸级硕士，然后今年呢这个华灯初上入围了11项的金钟大奖，这一步一步都是非常踏实，而且呢是一个女力的象征跟代表，一路走来有没有什么心路历程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只能说我一直很努力，然后一直都没有放弃，应该是说忠于自我，勇于突破是我一直以来的原则，然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也希望把这个事情或者这个事情跟我做这些事情的这种感受能够分享给别人，然后大家都能够有跟我一样的感觉，然后就是不停的努力上进吧。其实一直来都是大家心目当中那种很努力的一个代表，那当然也是要劳逸结合啦，在工作之余也会小酌一点麦考伦的威士忌，一起工作之余让自己放松一下，对不对？好的，那待会呢其实心如也会带领大家再进到我们的麦考伦特展的展区，跟大家一一的来逛展览咯。那我们呢待会就要先进入电